各位先生女士们大家晚安，今天要来向大家展示十月最新一季的时装中最不能错过的两顶帽子，也就是鲜艳动物三角耳朵帽与鲜艳动物圆耳朵帽。这两顶帽子不止外形可爱，让动物居民们穿戴时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那现在就请身后两位模特儿来示范一下啦。一般猫咪戴帽子会戴在两耳之间，帽子本身体积会变小，而且无法覆盖猫咪的头，但也有比较特殊的帽子可以覆盖住整颗头的。而今天要介绍的两顶帽子戴上后呢，也是会覆盖整颗头的，戴上后呢会有这样的效果，这样是不是超可爱的啊？接下来我会把我的 Amiibo 卡拿出来，请各个物种的动物来试戴这两顶帽子，看看不同种族的动物戴上这两顶帽子效果会是如何。Thank you.